田县哈是全国唯一一个县市有四级棒球队的一个县份啊。那我换句话讲，我们的不管是棒球、垒球，在桃园县啊都非常的盛行，而且呢也得到我们很多民众啊全心的这个投入。那可是呢，他们以前都是透过自己的这个力量呢去举办活动，所以要筹措经费非常这个辛苦。那么因此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里面，我就鼓励他们呢去用社团的这个方式来成立龙马啊这个慢速棒垒球的这个组织啊。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筹备，然后跟桃园县政府申请设立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啊争取经费啊容易多了。那么这次呢能够争取到我们平镇市公所大力的这个支持啊，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下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希望来争取议长杯的这个慢速棒垒球的这个举行。那也希望我们更多爱好这个慢速棒垒球的这个朋友啊，能够加入这个有意义的这个健康活动。这个龙马联盟的球协会在成立之前，说实话真的很艰辛，不管是进位啦，或是各个活动的举办方面都很麻烦、很复杂啊。所以我在很坚持之下，我做了一个，就是把中坜国小的那个垒球场把它成立起来，所以我们已经把球场已经做出来了，让所有的球友都有可以运动的地方，有活动的地方，这样子。到成立完之后，再由我们的县政府议员一一的来带领我们向所有有关的单位来申请经费，是这样子做来的。这次能够拿到冠军，我们非常高兴的。那我们老板对这项运动也非常支持，大力支持我们这样运动的。